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即一日咱做伙来看到，即日真特别，因为台语甲中文拢是同款的谈话，即日就是科科二科第一条，科就是项目分类的意思，像咱讲学科，也佫有机关内无同的单位，像民政科、财政科，啊那医学无同的单位，咱讲内科、外科、眼科、齿科、小儿科、妇产科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，头一个读做科外。这是一个较古早的代语词，代表讲和家己无关系、无牵连的代志。第二个词读作科料金，这是为日语来的，意思就是罚款金、罚金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把这两个词合作伙。譬如讲，看到路边超速摄像机，唔通当作是科外的代志。若是无照规定的速度，超速都要付科料金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作科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